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，壮族地区山水秀丽，石林、岩洞、伏流等岩溶地貌美丽壮观。壮族呢，山美水美，他们都居住在青山绿水中间，他们的服装呢更美。壮族的这种美丽的这种织锦服装、壮锦服装啊，实际上也反映了壮族妇女的智慧的象征。的织锦成了民族文化记忆的活化石。壮族呢，给我的第二个印象呢，他们因为在这个大山里面生长嘛，所以他大自然呢孕育了他们，培育了他们一种非常优美的嘹亮的歌喉，所以他们歌声非常的美。每年农历三月三是他们传统的节日，那么在这一天里面，在方圆数十里的这个男女青年都会聚集在一起，聚在一起呢，穿上节日的盛装，然后在那里呢载歌载舞，在那对歌。那么通过对歌呢，他来请诉对这个父亲。